啊、中国呢，呃，呛虾频频，美国毫不示弱。就在三天前，美国的驱逐舰这个“霍伯号”哈、啊，它驶入了黄岩岛十二海里的海域。中国呢，它的海军，它这个导向飞弹护航舰呢“黄山号”，对着美舰这个识别查证，并且警告驱离。真的飘大吗？警告驱离。那美国呃，这个军舰的做法呢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。 他当然呛虾，好。至于这个在这个黄岩岛附近的这个遭遇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来，我们请舰长吕理事来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、嗯。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啊、哦，也就是在一月十一月十七号，那个 Hope 这这艘神盾驱逐舰，它是从黄岩岛的西南侧进入黄岩岛十二海里的海域之内，然后在这个时候，结果没想到这个区域里面。 有动物是阿法导弹驱逐舰，然后呃，跟正导弹护卫舰，它直接的要驱离这一艘驱逐舰。我们现在先来先比这两艘船啊，我们在吨位上面来来比的话，这个是八千吨的，八千吨的，这个是四千吨的，它的它的概念大概跟我们的成功级一样。那如果是以飞弹来讲的话，它的飞弹。 以一个 cell 来讲的话，就是一个一个发射发射箱来讲的话，那这一呃，我们讲到这个神盾驱逐舰，它有九十个 cell，那它就是有九九十个发射的箱。那如果说是我们讲这个中国的洞式阿尔法导弹呃飞弹护卫舰的话，它就只有三十二个，连一半都到无法到达。而且我们现在讲的是 cell。 可是它里面装的是什么飞弹，并不知道啊。以我们对于神盾驱逐舰的了解，它里面是可以放那个巡弋飞弹的、啊。那这两条船在我们刚刚讲到的黄岩岛出那个发生了要驱离的状况，黄岩岛到底在哪里啊？黄岩岛事实上是比较靠近在南沙群岛里面比较靠近菲律宾一侧的。那这一个它的这个岛礁呢，目前为止。 都还维持着原始、比较为原始的状态，它不像我们都有会给大家看到的储壁胶、永暑胶、美济胶，基本上来讲根本就是个大变形。然后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？我们这里画的一个一个圈，其实是它防空飞弹的一个有效范围。那也就是说，当这如果说中呃中国有效的掌握了。 黄岩岛这一点就是黄岩岛，掌握了黄岩岛之后，它可以跟三亚这边作为呼应。同样的，我们刚刚讲到的楚碧礁、美济礁、永暑礁这三个，它也可以相为呼应。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形成的一个三角形，也就是说，中国可也可以借此全部的掌握有关于南沙群岛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到说，中国跟美国他们事实上产生争议。 那我们回头看一下，海洋法到底是怎么样要求的？为什么他这样要求？好，我们来看啊，海洋法他把岛屿，他把一个浮出水面的东西分成四个种等级。第一个叫岛屿，那第二个呢，它叫做礁石，第三个呢，它叫做暗礁，浅滩哦，它叫做浅滩，就是退那个退潮的时候，它还是浅滩，偶尔会有。然后这第四个，我们中间有看到一个铲子。 这个产值是什么？就是完全人工形成的。那这四个它在海洋法里面说，嗯，待遇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先看到，以一个岛屿来讲的话，它有十二海里，然后而且它也可以从临海基线这边往外推两百海里的专属经济区。<期>可是如果我们看到，如果只是礁石的话，它就只有十二海里。太平岛，对，呃，其实太平岛应该是岛了，可是对，但是被定义为<对>定义为礁石。那 它这只有十二海里的一个领海。那如果说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浅滩，或者是这人工岛屿的话，对不起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这个到底影响到了什么？除了我们讲到航行自由，就是有关于领海的部分，另外一个就跟领空有关，也就是我们对于领空的概念是什么？就是领海的垂直向上的这个区域，我们就叫做领空。那如果说今天 在南沙群岛大变脸的这些岛屿，通通都如果有了领海，那整个南沙群岛的形势就不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，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国际法的相关规定都搞懂了，我们接下来才听得懂这两个国家到底在吵些什么东西。第一个，我们先来看，基本上来讲，在这种群岛的。 区域我们只能画群岛基线，也就是我们看到蓝色这个一圈一圈、一圈一圈的，这是一个领导基线。那对于这些，<noise> 我们之前也讲到有关于商级的潜艇在钓鱼台附近那个上浮，它其实是在十二到二十四海里这中间的一个临街区里面。但是我们这里讲到，不管是临海或者 或者是邻那个邻邻接区，事实上各国的公船，所谓的公船就是军舰，或者是像海巡署的这种船，事实上它可以无害通过。所谓无害通过，它必须在不进行超远，不对那个这些岛屿的国家造成任何的危害，然后以直线快速通过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无害通过跟群岛基线的了解。好，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南沙有这么大的争议。 其实问题是，另外有一种基线的画法叫做直线基线。直线基线它有两个要求，哪两个要求？第一个要求，它必须有在岛呃海岸非常复杂，然后呢在外面有岛屿，所以它才可以画成直线基线。嗯、例如说，我们从台湾画到澎湖，再从澎湖画回那个小琉球的这个，就使用的是直线基线。那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些群岛，事实上它不能使用直线直线基线，它应该用的是这种群岛基线。好，美国为什么每一次都去挑战中国在南沙群岛的这些主权？嗯、它进入十二海里，因为我们刚刚讲到，你根本就是人工盖成的嘛。我们都有会可以看到哦，对，三十年前没有，嗯、到底这些礁石长得什么样子？嗯、然后。 他所以他进入到这些海域里头，一直是什么？直接挑战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的主权啊。那事实上来讲，美国他一连串做了非常多有关于这个，我它叫做那个，嗯、呃，就是穿越的这些动作。那我们直直接来看，这是鼠地礁，他曾经这样子直接穿越过。这件事情发生在二零一五年，然后在二零一六年呢，他又去穿越了中建。 中建岛，中建岛在哪里啊？嗯，中建岛其实，在西沙群岛，也，他不但去这边，他还继续我们刚刚讲了其他的岛屿，例如说我们这边看到那个永暑礁，永暑礁它也是直接穿越，它穿越其实他讲的要自由航行，其实它就是挑战，你根本就没有，那个这个领海、欸，美国其实搞得很清楚哈、啊，哎、嗯欸，他很故意啊。 其实，对不对？他直接就直球对决，他的意思就告诉你说，我就给你剃剃这个一刀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幻想，这根本不是你的领海。<吧>其实，中国也很、也、也很明白。我们先看看，这是永暑礁啊，这是一九八八年的照片。对，一九八八年，<laughs> 我们刚刚讲说，在福南海浮第低潮的时候。<laughs> 像是低、那、潮、個、的时候会浮出水面的，其实就是这个部分而已。然后它就是搭了一个，呃，小呃茅茅屋啦。然后那两个人快灭顶了 <laughs>、呃。事实上来讲，他们后来那个住房的已经灭顶，了、嗯，大部分都是站在水里，然后拿着冲锋枪。<laughs> 他们照相都是这样。然后我们来看看现在用树胶长成这个样子，你可以看出原来只是这个样子吗？完全的大变形。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永暑胶啊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，这是美济胶。美济胶当初以前大部分在南沙群岛的这一些，嗯、呃，住房的，以中国来讲，它都是搭建这种高脚屋。这种高脚屋嘞，一个台风来就没了。哎，对，而且很勉强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甚至这根本就是一个浮桶吧？对，连礁石在哪里？<laughs> 刚刚我们刚刚看到那永暑礁，还看到一个凸起的礁石，<laughs> 它还立了一个碑。<laughs> 我们现在这里，甚至连这個叫做美济桶吧 <laughs> 嗯？嗯，呃、嗯，是上市了。那可是你现在看到哦，它有一个完整的机场跑道，嗯、然后呢，它已经变成这个样子，嗯、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大变形。嗯、那接下来楚壁礁，楚壁礁当初也是刚刚那个彭丕讲的，就是桶，那这是楚壁桶。 那其实它也是，就是这种高脚屋。我刚刚讲到说，其实我们也看不到说，它当初的礁石在哪里，其实非常的勉强。对不起，它现在有一个完整的机场跑道、啊。那这个机场跑道弄来到底要干嘛？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一个概率的图。那如果我们今天把轰六，把那个中国的无人机，然后把苏凯二十七或苏凯三十， 放进去的时候，飞弹基地啊，哎，对，那你就可以发现，如果我们刚刚讲到永暑礁、储碧礁跟那个这三个礁，在这边整个南海，基本上来讲，就已经是中国完全的来掌握了哦。那 他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用处啊？他其实在那边上面生活其实蛮辛苦的啊，哪怕是现在盖成这个样子，他们还要自己种菜啊之类的，因为运补其实也是很困难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是二零一六年他统计的，那个经过南海，这个这个不是石油，这是天然气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讲说我们要使用燃气发电的这些天然气。我们看看。 大部分都走这一条上去，那走这条上去，你就会经过我们刚刚讲这三个点。那这里是永兴岛，就是我们刚刚讲西沙群岛这边，这个就是黄岩岛。所以为什么他一定要把这个黄岩岛那个据为己有？然后美国过来挑战你的主权的时候，他就把它驱离的原因是一在这里啊、哦。那我们刚刚讲到了，不管是楚壁礁。 不管是美济礁，或者是永暑礁，嗯、其实就是在这个位置。嗯、然后我们刚刚只看到机场跑道，我们其实不知道它到底是停过哪些飞机。对、嗯，其实解放军这一点呢、哦，不得不令人佩服，他的确很坚强，怎么说？他如果真的把轰六直接降在我们刚刚讲到，不管是永暑礁、储备礁或者美济礁的话，保证。 整个东协国家都跟他翻脸，但是他他直接用什么飞机去降？他用客机，然后这些客机呢，不管是七三七，不管是 A 三二零，它所需要的跑道长度都跟轰六一样长，都跟苏凯二十七或苏凯三十一样长。意思是什么？今天客机能降，平时可用，暂时可